即係啲有啲咩介紹啊？關於呢間餐館嘅，如果 有人從嚟未嚟過呢個餐館，你有咩可以介紹呢個餐館？介紹佢呢度有啲川菜食啊，啲嘢啦，有啲川菜啊。我哋師傅係羅省嚟嘅，係羅省嚟啊。羅省啊，California 加州嚟嘅 California。咁啊，呢度真係有啲特別啲係專門做中國學生嗰啲咯。還有出面嗰啲係做鬼佬嗰啲鬼佬中國菜嘅，比較適合係啲西人食嘅。呢度呢啲係比較川菜啊、川菜啊嗰啲咁川菜。是啱啲我哋嗰啲中國人。OK， 咁你可以咁可同我哋講下呢間餐館嘅歷史啊？呢間餐館我唔係好知呢度呢個歷史咩啲咩歷史，即係呢個餐館意思咩歷史啊？就開咗幾年啦、啊，或者呢度開咗將近三年，將近三年。我老闆都係一個留學生嚟， okay. 一個留學生嚟。咁你見過幾多講白話嘅人喺 Tucson 啊 ？Tucson 我識好多，識好多，多數都係嗰啲講白話啲，多數都係嗰啲係啊台山嚟，台山嚟。台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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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喺邊度啊？喺廣東嗰邊。廣東台山。台山。我係廣州個。啊哈。OK， 咁有幾多咧？你覺得你識幾多？我認識幾多少 我自己超過一百人。一百人啊 ，OK OK。超過一百人。咁你經常會喺邊度見到佢哋咧？喺啲唐人個超市咯。唐人超市啊，一係就話去啲唐人中心啊啲嘢咯。好，咁